们来田中马了，要跑二一 K， 加油啊！从对面对象这样跑过来，他突然看着我的名字，他说：“梁以琳跑起来！”天哪！我拿了一个冰块，叫叫，剩最后五 K， 去烤鸡了。三，吃冰棒好了，消暑一下，吃个冰棒。三，四 K 就到了。烤香肠，还有高粱，然后好多食物诱惑。看到终点，我给他拿一颗芭乐，太快乐了。好，不好意思，200公尺啊！加油加油！丹丹，这个都4小时内的呢，情况都是完善，好玩啊！恭喜完。